阿年还是翻墓园书城给我吗？边个我啊？系啊，我仲系火紧墓园啦。O、okay, K， 你阿年啊，你而家有冇打地狱先？超地，我用木队。你试下换咗嗰个。我换咗只蓝魔神做天照。O、okay、K， 蓝魔神冇用，一定要有灵毛啊！冇灵毛补血唔掂噶。嗯，系啊。我唔明白你點樣會靈毛換天照啊！我靈毛換天照都可以天照補血，係啊。但我藍魔換天照，我覺得會因為我要攞天照，我打地獄啊，係咪？到第阿三嗰時候，我就係攞天照打翻天照，之後我就慢慢搞掂嘅衰作，之後阿尾就搞只喵搞。唔得，點解咁打？我連超值都打唔地獄嗎？就其实还蛮吃运气的，我觉得。烦哦，都快死掉了。我跟你讲，进 R 三有没有？你进 R 三先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纳美大招先存出来，要三颗强珠去弄嘛。要三颗强珠那么多吗？三颗火珠过火墙嘛，然后先框下去之后，看位置移动你的角色。移动谁？全部移到对应属性啊，因为它是火木暗嘛， oh. 就是对啊，一定要。先移过去，移完之后，可是重点来了，这三只先打谁后打谁都很鸡巴，所以，我然后他们攻速也不低。我觉得先打天照其实也没有比较好，天照先打天照只是会回血，不是是先打衰柱，我告诉你，一定要先打衰柱，因为衰柱他的 OP 强度太强了。天照，我其实打死那个天照之后呢，其实我很多时候都是给那个虚柱打死的，所以一定是虚柱，虚柱啊 ，sorry 啊，我不知道那怎么虚柱的那个上下去，对，虚柱还蛮痛的，对，是最痛的，对，天照下一个打虚柱，最后再打家具图，对不对？好啊，也可以啊，我现在我把吸魔拔掉了，现在。对应属性是对火要打火，木要打火。我的天照 GG 了，天照 GG 了，回不了血了。还有尼姆，但是我的天照是要用来打天照的。看能不能用伏魔的。我现在在美观的时候，我就先放任拿起，随便打。总之就，我一直卡在第三关，很容易死掉，好烦哦！真的，超麻烦。好，司马出场了，现在可以。在磨这个第三关，对呀、啊，但是你的天骄要怎么打天骄？他攻击力超低。再来一次，试试看。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超地狱真的有难度，但因为他没有所谓的可以利用。哎，刚才是斑马，我天，虚座应该是死掉了，但是他的主动技能在打我，就是流血那个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人已经不在，但是他用他的主动技能在打我，怎么可能？啊！终于第一次不用吃红金，可复活可以过得了了，第一次啊！好惨情啊！临时通关吗？啊？临时通关吗？
零食，不是超地狱哦，我是地狱哦，我说。恭喜你。就是地狱而已哦，不是超地狱哦。刚刚又补鞋，然后又开盾。是不是我还没有放下装备呢？为什么那么奇怪的？欸，差一个碎片才可以吐山。两星而已，现在。我应该可以零石到超地了。你得我死剩只天照喺家具嗰度，只天照应该无限补血系唔会死噶啦，我自己。但系你得一只噶喎，我咪慢慢复活翻佢哋咯，打十年。你有心珠嘅话就得咯，冇心珠喎，唔知点解打极都系木柱，但我用紧天照。天照火转，傻啦，傻咗啊你！你知唔知天照系火转心啊嘛？唔系，天照唔是有心珠噶，回血啫嘛，点会有心珠啊？同埋妖系咯，吓？你系天照，系天照自己。先杀猪总咩啊？天照怼完啫嘛。天照怼完，咁点解佢会有心珠咧？佢都唔会出心。咩啊？平时会好低机率出心珠噶嘛？唔系嘅咩？冇特别机率去话出心嘅，佢好似。之前佢啲心珠基本上唔出咁滞嘅，好似。妈的，你是死人之根。你做咩？你阿三乜嘢？木鱼。黐线啊！好悲剧啊！我刚刚就是用一个攻略，就是在R3、R6的时候呢，玩的时候呢，就把一只满血的给拿起慢慢打。那我就用拿起呢，全体挂掉。旁边的小怪，那就可以轻松的过关，不是轻松啦，但是比较好吧。嗯。哎，手机没有电，惨了惨了惨了！我玩机插充电线了。没有心珠。用你刚才所说的打法打衰座先，衰座真的很烦啊。其实第一个打一定要打衰座，你不打衰座你自己支持啊，真的。啊，终于有三粒心啦。OK， 现在打赢了个衰座了。OK， 其实会易很多的，你打赢了衰座之后。灵武应该是这一只。OK。好，佢唔会刺死我啩？哎呀，死啦！开大技添，俾佢开咗。啊，俾粒木珠我啦！补血啊！补血啊！死剩，我终于零石过咗 R3 啦。讲第四、第五关草珠打，疯狂回血。哎呀，但前提底下我剛才所說的方法一定要是不卡豬，卡了豬就大鑊了，好像我現在這樣。我看來我要兩張卡入尾房，應該 GG 啊，十成。
咁样感觉上，我应该木队复活一次就过到啦。你讲超地。其实纳奇系好强，好 OP。纳奇梗系 OP 啦。我讲紧队员啊。系啊。佢又系三维劲攻速高啊嘛，系咪啊？都可以咁讲。当你其实如果你俾出去嘅时候，其实你都唔使理佢攻速高唔高啊。佢转熟未啊？肯转熟未啊？哎，转熟啦，转熟啦！我断咯，技唔系啊嘛？系啊，黐线啊！冇咯，复活。Simon， 在不在啊？哇，又系咁样，又开盾。又开盾。佢无敌嗰啲开盾嘅程度。好，快啲死！系，很心灰意冷咧，现在。好烦啊！哎呀，一时他冇住到啊！血先，住咗，哎呀！不停咁帮佢补血，哇！哎呀頂，我暫時仲係只係復活咗一次啫。啊，双突兀好难，好难，好难刷碎片啊！喂，唔好开技啦，唔系开盾佢又系，好狗啊真系！我现在我的攻略也是突兀好了，突兀就好了，真的吗？突兀就好了，对。那宫都在吐溜，宫都吐溜，不要烦我，好烦啊！如果特六好辛苦啊，应该会好辛苦。但如果你过咗超地之后，你打地狱就暂时都系唔会食石咯，暂时系零食会过嘅。喂，我复活一次过超地，终于得咗啦！吓、啊，过咗啦！你用咩队啊？木队带只天照咯。阿林，你用咩队啊？我啊，系啊，木原，我木原圣公主加衰助再组个天照。
雙突五兩個都唔跌傷喎。系啊，因为我攞天照，我攞天照啦，白痴噶双突五唔跌伤，打第三关，跟住之后到